看着看着看到的海龟，他是一个傻瓜，傻不心也想着想着想要喝香水，可不可以啊妈妈？东学西数八十本，还要一条手帕，背上了差不多所有情话的电话，还是那种对吗？长大不吃晚餐，不吃花花，不能够买单，真的是学会把世界说话，哑巴和牵挂，我不信他想法。你说呢？运动，运动，运动！只要你不再开始。
家为大家介绍吉他手石头。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安。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远远的来到高雄，过了新竹以后，就看到烟火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放到我们到这边都还没有停。烟火放的时间真的很长，对不对？但是今天五月天唱的歌会比烟火还要长。当然，好像声音还没有那么大，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希望今天晚上不管站在这边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跟五月天一起唱一起跳，然后唱到这首歌，唱到这首歌，好不好？谢谢大家为大家做首关秀。大家晚安。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然后完全人潮完全看不到底，没想到这里这个场地真的很适合办演唱会，所以呢，今天呢，五月天呢会唱很多歌，然后请大家到我们演唱会，然后当做演唱会的预演，然后希望五月天有一天能来到这里开演唱会，好不好？谢谢介绍鼓手伴佑。Hello， 大家好。今天我应该说的是，欢迎大家来到苗栗，因为我是苗栗人，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因为今天我的所有家里面的人都在人群里面，所以。其实回到苗栗演出了有好几次，那心里都一直还蛮，只要一直回到苗栗都觉得很激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今天应该是要让所有五月天的朋友们听听看苗栗的声音。一二三，所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在苗栗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热情，所以今天要请大家用最大的声音唱到最后，好吗？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信。今天在我们感谢大家之前，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苗栗的大家长、县长，还有这个非常辛苦的苗栗县政府的所有的工作伙伴们，他们牺牲假日不眠不休，就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夜晚，大家给我们掌声鼓励。很小声，所以你们是不想看到五月天再一次的回到苗栗了吗？掌声鼓励，谢谢你们。在我小时候的今天哦，都是切蛋糕的日子，因为我爸北投的陈峰松先生是今天生日，所以我想占用这边一点时间，我祝我老爸生日快乐。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大声的唱，干杯！Yeah.
水电灯与的星星变成灰，最终我的黑夜流得两泪流泪，被光阴洒了洒一片纸张被看得清清，会不会有一天世界真的很倒霉，终点，一秒的离去是唯一两个结果。
个平凡小事。